小东啊，这位是新同事，你带一下他啊。啊，好，好好干。嗯，哎，看啥呢？哥们儿，我现在刚来公司，我都沦陷了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腿。都是老板，都是老板。把这个啊，赶紧熟悉一下。啊，好好。干嘛呢？我不让你熟悉一下公司吗？哎，熟悉啥呀？我更想熟悉一下咱老板。你熟悉老板啊？像咱们老板体重、身高之类的，是不是？你来的早，你帮我问问。我不要，真想知道啊。行，我帮你问问啊。行。哎，老板，你这都招的什么人啊？那是干活的样吗？那是我朋友的弟弟呀，我朋友说他可优秀了。你优秀，我怎么没看出来他哪优秀啊？哎呀，你别担心了，小东，来来来，我最近发现了一个运动的好方法，你来跟我学一下。什么方法？玩 Pico 造起来。加油！嗯啊，你记住了吧？啊，好，你来工作。晚上一起吃饭啊！哎，好嘞。都打听到了吗？打听到了，但是我不告诉你。哎，你告诉我，我晚上请你吃饭行吗？不是你请我吃饭，你这我因为什么呢？你这啊，没事，我这不麻烦东哥了吗？我寻思晚上请他吃个饭。那个，你有空吗？不是啊，对是我俩吃饭。你有空吗？我没空，你俩吃吧。哎，我刚才直接说请老板吃饭就行了呗。我带上你干啥？这下肯定误会了。不是误会，哎，老板，你走那么着急干嘛？你等等我呗。你不是跟新同事吃饭去了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吗？我跟他吃饭，哎呦，跟你吃饭香啊！哎，老板，哟，咱俩一块吃个饭呀？你不是跟你东哥吃饭去了吗？哎，我给他吃什么饭？你瞅他那个样，他不知道跟哪个女的在一块吃饭了呢。一块吃。那你说我跟哪个女的在一块吃饭呢？